不可能两拿特特。我特别喜欢穿这衣服。没有，我是这样设计的。看森罗什么草头衫是吧？这是老头。这叫随性自然。别告他的不是我，是他一直在告我。好，今天的事带走了。对，最后这是压稳的底线。到底为什么他们总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？小飞哥回来了，宝贝们。把这刮呀，略显沧桑啊。人麻的那个对象，你穿一条不是板正的好看啊。这衣服你拍照片可好看，你要真看衣服好看。我特别喜欢穿这衣服。哎，现在我们要去那小动物草头衫是吧？这是老头衫。这叫随性自然。哎，低调点，休闲一下，挺好。但这衣服其实买了，买的我知道了，买的太经典了。这袖管这重新那么松的，不露，挺好看的，亚麻色的。我特别喜欢穿这衣服。没有，我是这样设计的，看看森罗好吗？